明主，宁公子，今日一定要我出去待客吗？我实在有些紧张。我知道，在你人生的前20年，你经历了许多不愿回首的曾经。在浦原诗会上，你是最闪耀的那颗星星。在竹记饭庄，你是那个最精明强干的掌门人，舞台已经为你搭建好了，观众都在等着你呢。换上这身行头，进入你的新角色吧，聂老板。欢迎光临，两位客官，里边请。里边请。这边今天菜式还满意吧？里边请。谢谢您，快！哎，好嘞。你瞎了？不好意思，抱歉，抱歉。怎么了，眼睛？抱歉。小心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怎么着了，伙计？这位客官，就这么招待客。沈公子并非伙计，亦算是东家之意，所以守生，还望客官见谅。您今日这桌呢，酒水价钱减半，就算做沈公子的赔礼吧。这怎么好意思？今日是竹记饭庄第一日开业，为了感谢各位的捧场，我们将为每一位客人加送2道小菜，好不好？好。小刘，来。哎。把这清扫一下。好嘞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